咱家买肉，我在我家里头最少一百，一般的都是300-500的。等会儿，拿我水不当外人的，这家的小肘子肘的。大叔买啥？还有排骨吗？啊？排骨有的是，得等，但是啊。我婶儿先来，我得给替来。来一个就够了。婶儿买肉啊？这排骨是啥呀？啊？这叫前排。这嘎肉那几斤了？这嘎我给你要一份。婶儿，这个肉最好。前排吃好了，好好给人家素质也不打扮。60元中吗？你要不你啥时候替那个后排的时候，我来你给我留着呗。你给这个这个留不住，你别走。来一个。就我这个去嘎肥的，我来这一点。这个肉去肥的。大姐，你那个你买那个去。大姐要能去肥的，我找个去肥的了。婶儿啊，130，行吧？不正好咱家一对是吧？费内，给排骨一剁了，130。制肉，我跟你说，我卖你16我都委屈了呢，还去肥的呢。制肉17我都能卖。大姐，我告诉你，我只我不能卖17，因为我卖肉一样价。这20多钱。20。专业没好，添个100中吗，婶儿？我说，婶儿，添个100中吗？叫姐，叫姐。我说婶儿那个剁排骨，我是那个，添个100中吗？多少钱？这个，这个75。馒头来给你了，好嘞。微信收款18元。都拿着外衣炒菜多好啊！大姐过节了，你给这外衣也行。你这外衣留炒菜，下边炖。哎，你这肉是？大姐给100。他有红是白的，这肉。哎呀。哎呀，俩说心里话，在咱家都不卖羊肉，这叫后秋黄瓜条，烧制是千条。那嘎是后秋婶儿，那嘎是后秋。昨天买个千条，买瘦的，买瘦的这儿来的，瘦啊，在这儿来，要几斤呢？那个肥的，我给你横啊，别拉肥的，那好，但是它是后秋啊，婶儿啊，我收不要千条嘛，是吧？后秋，后秋中吧。微信收款100元。硬，走了。那你就认了，婶儿中吧。啥呀？啊，前朝啊，前朝。这个还没有。其实那个是这都是前朝，看着吗，婶儿，在这儿拉一中，这嘎瘦。你要说是前朝啊，后秋啊，硬软硬都在你炒菜上，在你的水平上，知道吧？这都是前朝，瘦。微信收款8元。行，啊，都来一点。这点肉还不够来的，那多少钱？要多少钱？像炖鸡蛋似的，那炖。来一半儿，来一半儿啊，来一半儿这儿了。中国。走。你那不你说了算，哎，那不你说了算，收。来这嘎吧，这嘎黄瓜条，65的，收行吗？中。好，行，这条算。咱要啊，买那些还要，这俩一个猪的，还给100。啊，多少钱呢？这装上吧，100。我这里边还加东西呢，少一个。哎，你猪血里头还加啥呀？你这平时装着呢。我讲不是，它炖，多些血能兑多些水，多兑点水。你得炖水，油羊肉就照常搁。啊，给大姐。这要得四五炖呢，这哪要了？这个大姨，267。那拿呢？炒着炖吃。别来，我想做馅儿吃。做馅儿啊？做馅儿不这肉？在这儿呢。要多少？这啥肉啊？这叫前朝，这炖吃的肉。267大哥，你的要哪儿？在这一拉，要这个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吗？绞馅儿多好能啊！那绞都是我来的，那绞炖着呀，还不腰着，可真是。绞馅儿多，大哥100，百里挑一。到这儿了，大哥，要这个，要这个，要瘦的来那个，要肥的来这个。跟着我大哥的一模一样中吗？不要的。微信收款110元。啊？你要多少啊？这些够吧？这不叫肥中瘦吗？没有，基本上没啥肥的，40的。腌那个五花的，我看看你怎么拉的？当件儿的。
那你得卖到那儿啊，姐。不是，你看你这里都没有夹的那地儿。没有啥呀？没有那个肥肉呢，夹着山上。当些个人那样。你不懂，你白看。当些个人那样。微信收款。你看呢？你看也白看，你也不能，你也没长透视眼，你不能看里头。那哪有肥肉拉碎了？你来看哪一个？那拉，你看这边也中，这边也中。让我十六一。这边这肥的太多呀。这边瘦的瘦不？都一样。对。你看，那你还要当价？肥肉咋卖？我拉他还得个。大哥，给我交点肉。咋这拉些肉了？好大哥，啊，交多少？来个三斤左右。那边行，小肚子我也装不下吧那里。行吧。肥点。找一下，你把下面那种剃一下子，我拉一下，绝对行，比前朝好。都那玩意儿啊，六十五的，行。费队，给大哥肉馅儿饺子，划走。啊，你根本不懂，这小小子还让拉下边呢。这那个肥太肥了，我嫌。你买多些呀，关键是。那你看。你说我买三件衣，你买不到这儿，你说让我去了还有啥用啊？多少钱啊？六十五。六十五，给饺子。两兜肥的。大哥上厕所。微信收款65。你说整个拉。两头个肥肉不整，就这么拉。手摸了。还买这一大块。你看你这头你拉不上那个肥的，你让我整啥？把那个肥的，我清清肚囊子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啊。啊。哎，好了。多少？好，给100。哎呦我的天！你咋那准呢？我干啥的？我咋一共拿手挂了？这是你们啊？啊！搁小挂馅包饺子，清香。大月要白的，白挂啊！是啊，再搁点韭菜。上下一般宽啊。谁不要那边啊？那边瘦啊。我要这离谱。离什么谱啊？离谱在这儿呢，不是？来哪边都是吧。好嘞。是来点宽吗？这样大约也要五好的。是这个意思吗？上次宽了。你看呢？哎呀，这家伙。你要说上面宽，来这块。你看左六宽，你哪块我都卖。好不好？这大肉。好。那还没100多，170。同志拉，但是拉完别不要，别反悔。不，你看你看，不漏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反悔。啊，结婚证齐了，你说你再反悔，完还得打猎婚庭卫视的。这全是啥不要紧，你相中了没有？多少斤？你看我16。要我这说，你让我横着拉你，别反悔。5到13。哎，你明白那个是中了。要是不让告诉你，得看好了呢，对不？大姨。8块钱，给我拿这块。行，是这块吧。8块钱，8块鱼。我拿这块吧。要不然你吃不，你不够吃咋办？好，31.3，给31块。不想要哪？哎呀，那你说不要那块，加这块多吧。没吃吧？这好的。可以，你说我要不了，来一半，是吧？31。可以。后面呢？80，凑100得了呗。凑了，凑100的可以有惊喜。你看着吗？一色万一。大爷，你瞅啥呢？那边有一份，这儿有一份。给100。行，大爷整啥？你说。这块，那跟这块不一样的吗？那你要这块是吗？不要那块，我就要那块。就得这儿干啥？不要太多，你不要。看拿开底下，我看看。拿几条吧，都收肉。行。不拿太多是吧？好嘞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大刀。哎呀，那个我不要。那太多了。你说咋要？你说咋要咋要就咋要。啊，5块钱。你看。都是肉绝版，100元。给啥惊喜？你这给人惊喜没有，给人家惊喜。你这不用不着，这多1块钱惊喜。肉出了，那咋个气呀？多吧。新来一份，下头呢。把你看着给我俩。这头我看不着。这头不如看这头可信，对吧，大哥？要哪个，姐？想哪吃？我不要喽。行。
这边肉也挺好，两样，两样，那来先着吧。对，都一样。好，上哥七十五的时候够吗？行，还凑一百去吧。一个猪肉，不够了，不够了，不够，够七十五。那猪那是啥呀？要一点儿。可以，要多少？你说说。你要是你要弄这热闹，不得多买点儿，又少又炖的。连后瘦的给我来一点，剩给我来一点咸汤。你弟是在边炖点啊？那就从这边来吧。你这么的吧，啊，给这块给你吧。我不要那多，我要这个瘦的，要这一半儿。这个那个，镇着。你不是连炒带炖吗？这是前炒，因为这一把比较好，姐知道吧？这两把给你还不重，行，你炒炖都行，行吗，姐？你这头你炖吃，知道不？我这那小鸡还炖吃好吗？行，所以说啊，那还要啊？这头不要用多少啊？我看看用多少？没多钱，姐，四十块钱，四十一个，留四十得了，才二斤多肉。你我姐弄的热闹的，你说连炒带炖的，会忽悠。来这个，不是我要，我这要不要那个？炒出来这个，不，我大哥不是忽悠，真能忽悠。哎，咱俩一样的。对了啊。一样的，那玩意儿。四十块，四十元。真能，不能说忽悠啊！俩人就看一样一块的。咱能干俩斤吗？来两斤呢。要我说啥不要那吧？大哥这。哎，好不？都给你拉这个炒吃。三十。切两半。哎，别着急。想吃排骨了。想吃排骨了，你要不两个都过。中，这块肉都拿着得了，留炖肉吃。要一半。不要，这些。再少点，我要买别的东西，那不了。这些中吗？再少来点。再少来点，那管啥用？行，啊，你就来这些最好的肉给你。知道这叫啥肉吧？梅花肉。对。这肉啥呀？这叫哈拉巴底儿，那点。啊，十六，要十六了。一百六，十斤肉。我愿意卖你肉多呢。因为我这人实在啊，这个不行，给这备着的。你性格的吧，别要太多肉。但是我这你这我适当多给带点啊。我不一定愿意吃排骨。啊，那我适当给你带多带点了啊。好不好？我看，不知道你干啥的，二百，一千个。这叫闲事儿啊。二百零一块，肉跟这个饭店一样，谁剁了？剁了吧。好，这事儿吧。一块，那多少钱你记得吧？哎，十斤肉。这多少钱给你来这缸梅花肉去？看见。我弟弟给你来一个，来一块腰排，再来缸梅花肉得了，行不行？因为这个的效果比你买腰排要好。大姐不用看，那是哥们儿。大姐，这肉都一流的肉，他这么好，行吗？那你管这点也去了吗？那带去了，人家笑话咱。笑话啥呀？因为这是猪肉，这不带点肥的。再给我，再给我切点。你那还切点？啊，这个有点少。不，我的意思这块给你。那块给我。啊，这沾血的给你去下来了，知道不？完再给你搁条腰排就得了，这就够你吃了。这多少？一百零。来个。其实这为什么切点？这小小子呢？你看这肉多好的肉。能去点呗，这大学人笑话咱，我都给你去外野条下子了，别人又不看见，我不是人家笑话，我今个我也舍不得了，咱就说你舍不得就行了，稍微等一等啊，大棒骨，排骨有得等一会儿熟啊，160十斤。